大家好，我是郑怡农，很高兴以魂球西门跟公视的观众见面。我在里面饰演的是刘早云，是一个铺梗铺很深要看到最后的角色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锁定魂球西门到最后哦。那就好。我觉得你最近可能是太累了，平常大家都是以音乐认识我比较多，希望这次可以以魂球西门让大家看到不同面向的郑怡农。我是柔道三段剑道五段，我在场应该比你单独面对大家觉得多吧。随便动手，我管你是人是鬼。公视一直以来制作了许多类型的精彩节目，呈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，多元观点一直都是公视重要的价值，请大家一起支持公共电视，请拨打捐款专线02-2633-9922，邮政划拨账号19213335。